迈入第十一年的桃园管乐嘉年华，五月份将在桃园艺文园区广场来举办。从今年开始，每年将跟世界最顶尖的行进乐队组织美国国际鼓号乐队联盟来合作，让年度欢乐盛事更添风采。享有如同篮球界 NBA 美誉的美国蓝骑士鼓号乐队，精彩的表演为桃园管乐嘉年华拉开序幕，带来高潮。This is the first time DCI is in Taiwan, and we're very,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First time we have officially sent a group, the Blue Knights from Denver, Colorado. 看完美国蓝骑士鼓号乐队演出后，新兴高中乐器队同学们马上围上去与团员们互动。吹第一个音的时候，整个就是不一样，就一开始就很响亮，整个是直接冲出来，然后他们就是直接。整个亮点就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虽然只利用课余时间练习，地主新兴高中乐器队卖力演出也获得好评。2014桃园国际管乐嘉年华邀请了39个国内和5个国外乐团共同演出。之后每年将与世界最顶尖的行进乐队组织和美国国际鼓号乐队联盟签署官方合作协定，互为合作伙伴，要让更多民众一同来感受管乐的迷人魅力。新唐亚太电视胡淑霞、张年杰，台湾桃园报道。